Hello，我现在是摸黑的状态，在玩电脑，这眼镜要坏掉了。是啊，不是要在这边吗？我怪，看一下喵哈在哪开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他叫尿，叫念喵发，哦，我念错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打电话过去，不知道现在有几个人现在是活着的，我们打电话过去，看一下今天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。而且今天呢，我们特地挑选了，都是在动漫界有一点造诣的朋友，对，有点造诣的。鸟还鸟不看动画，雪兔看动画，繁星看动画，喵哈看动画，小光看动画。今天的共通点就是动他画还啊！没有我们就来抛看看通今天话了，呢白痴会哦！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啦？那我们就打电话吧，Let's go！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喂，喵嗨。发，怎么是繁星的声音？然后喵发没讲话，Hello。喵哈没声音，喵啊，哈，其实我一直故意想玩小光，可是没想到繁星接这么快。不是好我啊，在开他的台，就想说到底通话在哪边？我打整很等很久了，哦，也是小光其哦。他两位嘞，糟糕，鸟鸟跟雪兔不会忘记了吧？雪兔雪在兔旁他已经进边，来了，但是小光还没有进来，我小就光不知没道进来小吗？光在搞什么。小光是谁啊？哦，然后小鸟光鸟进是真来的不了，见了，最糟次了，了鸟吧？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联络鸟鸟？不会吧？这只鸟鸟不会不知道我们今天要玩游戏吧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联络他的，啊，他我好跟像他今说，天都没有出现，确实没有出现到那个话题哦。对啊，我跟他说，明天要不要一起玩？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说好啊，然后就，你没我有有他手机耶，我打看看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你打一下，玩好都没乖约乖。时间的哦。有啊，我跟他说明天要7点半啊。哦哦。我们来看看我们家的鸟鸟会不会出现。我们现在请喵发打电话给鸟鸟。OK，我记得他说他昨天说他今天要开台啊，然后我跟他说，那我们来玩那个电话你，我就跟他说来玩你画我猜，然后说好啊。我们那天还跟那个小白在拍片，他还在开台，全世界都听到我们说要一起玩。哦哦，阿雪兔怎么没说话？哦，哦，雪兔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在等你们。我发现今天呢，那个除了我以外，全部都是动物啊。我找的人全部都是动物啊，这这里是是动物森友会，得得得真的，真的是动物森友会，一只得。猫，两只兔子，然后鸟鸟是一只鸟啊，本来有要找鱼那一只鱼。阿凯吉应该是狗狗吧？对啊，你看，全部都是动物，全部都是动物。那你什么时候不当人类了，舅舅？我早就不当人类了。可是我不当人类，我还是不是动物啊？我还是其他的物种，没有什么错。物种？请问？吸血鬼吧？可以啊，我看鸟哥那个雪兔是没有玩过这游戏。，Nope。OK，那很有趣，这我游跟你戏，说，鸟鸟嘿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刚刚他在睡觉，好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对话真的很难进行，他整个就什么小光有约我，而且他已经快倒下去了，生效了，不是，我都把他拉群组了，哎，我觉不是，我觉得你拉群组的那时间他可能没有看到，然后哦哦，他可尴能尬，还没醒，还没醒，他进来了，有我看有。到。我看到一只鸟进来了，可可他是是关麦耶，它关麦，它真可能还的耶，在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它可能还在敲桌子。听嗓，咚咚咚！不是吧？我们昨天不是有 鸟鸟？礼拜二吧？你不是说礼拜二？礼拜二？哦，我是说，哦哦，我是说礼拜二哦，吗？小光哦，不是，我说礼拜二，
我是说明天，可是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以为今天是礼拜一，昨天是礼拜天。靠腰啊！我以为今天是我本来那天在拍跟那个什么小白还有鸟鸟拍片的时候，我在约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今天是礼拜天。对，我以为我今天是礼拜天。你可以吗？还是你要去休息？还是你要休息？如果不行的话，睡什么啦？起来嗨啦！起来嗨了啦！他还在开机中，他脑袋还在开机中，等他一下。在开机。鸟鸟是几点睡啊？啊，下午两点。啊，下午两点，睡到现在也很足啦。差不多啦。可以啦。我都要起来嗨啦。对，我昨天怎么会觉得是礼拜天呢、啊？我昨天好像累哦，我尿累哦。而且，那我刚刚打电话鸟鸟过去的时候，我超犹豫，想说这个声音完全听不出来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也听不出来这是鸟鸟的声音哎。鸟鸟现在是用手机吗？对啊。哦，难怪。我怎么那边有一些很奇妙的该逼掉的东西？好像是来电铃声。学兔。起床了啦，别在那边捆你啦，下午两点开始是怎样？你是当兵队伍到睡到现在啊？哎、欸，他是回去了。娘娘，如果不行没关系啦，我们自己玩就可以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或者是你要再晚个一小时加，应该也没差。对对，你可以再睡一个小时再起来也 OK。我觉得他睡一个小时应该就直接倒下去，不会醒。床好舒服啊！刚睡醒的娘娘好好笑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待会就在真的睡醒后，他会没有这一段的记忆，他会忘记我们今天。鸟鸟可不可以？小白嘞？小白今天没有啊？那他一开始就没有？对啊，他一开始就没有去啊？对对对对，看你啦，啊、都可以啦，你要加还是加？对啊，都可以都可以。我们来排挤鸟鸟了，不是他排挤我们。好啊，鸟鸟排挤我们啦、啊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，好爽，好爽。所以鸟鸟，你电脑有开机吗？我放着啊。啊，那你坐得起来吗？可以啊，我要睡觉。好吧，他睡，那请鸟鸟下一次吧，反正这很好揪啦。对啊，鸟鸟下次吧，鸟鸟下次。那我要把 feet 改一下，拿掉鸟鸟。feet 改一下，鸟鸟。鸟鸟睡觉。我们上一次第一次玩的时候是总共也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们也玩了三个小时。是，没错，可以。很夸张。好，那我们。所以就是雪兔还没有接触过这个。对，除了雪兔以外，其他大家应该都有玩过。OK， 那我们就没关系啊，这很容易啊。那我们第一局就先随便吗？好，我们先随便玩一场吧。那个，好，那我们就先。玩标准模式，那标准模式它是先第一个先打名字，然后我们就是随便打，然后之后你，然后那个你的题目会传给随机传给另外一个玩家，然后他就是要去画那个题目，然后画完以后那张图会传给下一个人，然后去猜，就有点像那个Minecraft 的 Building Game 一样，就是跟 Building Game 的模式一样，就是打字画图，然后最后打字这样子。没有错，然后标准模式它右上角会有时间限制，所以作画时间要稍微注意一下右上角的那个时间倒数。那我们第一轮先限制五个字，五个字吗？没问题，五个字以内都可以吗？五个字以内都可以，先随便。然后我们没有范围，想到什么就打什么。好，好，你们都想好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嗯，我想好了。Okay. 好，那我就按开始。标准模式，繁星也想好了五个字，没有啊 ？OK， 题目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五个字以内，题目五个字以内，随意出。你有想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想不到啊。骗！我已经打好了，已经做了，我已经做了。我等繁星再按下去哦。啊，好，不是啊，你快点随便复制一个观众的。没有方向，先没有方向，今天想到什么就打什么，五个字就好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还没把手写板拿起来。手写板是什么？好了。手写板是什么？好，你好了。好了，来，我直接复制那个。啊，你右下角按个坐了。好，我按坐。
OK， 这四个字，谁命名四个字啦？五个字的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五个字以内，字以内，我以为是五个字以内。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话？等一下，这什么话？等一下，这什么话？我觉得小瓜抽到我，很应景的题目。应景哦哦哦哦，那应该不是我的咯。应该是，对，应该是。等一下，这个。这什么话啊？这样子吧，等一下，这什么鬼？为什么会出这种东西啊？对啦，今天的确是要出这个啦，可是可以啦，很应景啦，很难欸，这很难诠释欸，还好吧？啊，这很难，这很难诠释欸，糟糕。这样子啊，然后 要让他手发抖，对不对？啊，雪兔，如果你要改颜色的话，那个左下角大块的那个按下去就可以改颜色。OK。哎呦，哎呦，会画了哦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好，我做好了，我做好了，耶、yeah! ！这样就对了啦，好不好？我查一下这要怎么画。这查得到才有鬼吧？我为什么会查到手什么养生会馆？为什么这种东西会查到养生会馆？好工伤哦，白痴哦。OK， 画好了，耶、yeah ！简单啦，简单吧，算了，我还是编辑一下好了，反正还有时间。觉得这个应该要用别的东西来这样子吧。哎哎、欸，电话哦。OK， 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啊，没错。这什么？有人抽到我的题目了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？等一下，还是说有人跟我们出一样的题目啊？我快换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OK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不会有那种答题的状况是自己的题目 给自己答吧？撞题啊，撞题那就是撞题了。有人跟我做一样的东西，有人跟你做一样的东西，白痴、啊。有人跟我画一样的东西。等一下啊，这个啊，这要怎么画？这样子，存在感也太高了吧？对对对，它存在感好高哦。这样，哎，不对，既然是这个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，为什么会有这种题目啊？好神奇啊！这个加这个，我怎么？这样，哎，怎么变黑夜了？等一下。上一步在哪里？这里。OK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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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哈！这什么话？这这样子。应该我应该有呈现出那个感觉，我应该有呈现出。为什么会有人想到出这种题目啊？好神奇哦！等等啊，这样，啊哈，啊哈，我真是天才，我真他妈天才，这个，这样，哎，行，碎啦，就是这里了，就是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猜得出来就是天才了，我觉得猜得出来才是天才，谁会猜得出来这个题目啦？行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可以加一点点缀。对对对，忘记加了那个。哎啊 ，fuck！ 我带我好怕，带我连画两题一样的。对，你会，你会的，你会画到连续两题一样的，相信我。胖子，没错。繁星怎么笑那么开心啊？哇，好奇那边到底发生什么？哦、啊，来了，四个人还蛮快。好，开数。很好。
就你出那什么鬼啦？什么话啦？母亲节嘛，响应一下嘛。什么话啦？可以啊。为什么？繁星猜得出来、啊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就这样啊。女的，那只手是女的，谁知道是什么手中线的？为什么？他那根另外一只手指头，他拿那个线的感觉有点奇怪啊。对啊，这可以消，可以啊，可以猜出来啊。我本来要繁星出，我本来要出阳光沙滩海，海不见了。为什么会突然出阳光沙滩海啊？啊，五个字啊。哦，阳光沙滩海，我的也不错吧？那两颗球看起来奇怪。不会啦，就是那个宝可梦嘛。哎，雪兔出什么？我就是他。我刚拿到你的题目的时候，我就笑了。好强啊！哇！我把我自己的题目打上来，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欸、这好可爱，而且我们这边有两个会师哎、欸，糟糕，全部都是鸟鸟睡觉照，四个人都画过了，四个人都画过鸟鸟，那是鸟是怎么了？他在求偶吗？想要起不来。方吉歪头，难怪刚刚繁星笑得那么开心，我想说在笑什么？原来在笑起不来的部分吗？原来是起不来的部分。人家起不来，然后还发现，我们怎么被人家嘲笑了？那个变成消费的目标了？哎，这样子感觉不错哎，大家都蛮那个，马上就抓到那个 feel 了，有没有？赢了，赢、okay. 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加分，都加分了，可以。我们来玩，然后这个有这边还有很多模式，我们等一下慢慢的玩来玩。先让雪兔先试看，我们再玩个标准好了。然后我们这次定一点范围好了，我们觉得有什么范围可以定一下，看看有一个范围让大家来做那个做猜题。嗯，然后不限字幕好了，不限字，只要猜到大概意思就行。不限字幕，今天最近上字幕上的有点那个，有点累啊。想想看哦，嗯，其实刚刚差点中三题啊，我刚刚要出鸟鸟起不来，鸟鸟起不来。我看看啊，我们不要再出鸟鸟了，我们不要再出鸟鸟了。我想看，好多鸟啊，我们要出动物吗？没有，不要，鸟鸟起不来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，想要出哪个范围的动漫啊，还是什么人啊？之类的，什么是人呢、哦？我想一下，什么人？就是什么YouTuber 啊、名人啊、电影啊，什么都可以。我们可以来出个范围，干脆主题在今天应景嘛，跟母亲节有关的东西就好了。跟母亲节有关的东西不就那几样吗？跟母亲节有关的东西不多吧？哎，谁说的？我们要画出一个意境，又没有说就是我说只是相关这一个，但是没有讲说一定要。好好好是个物品啊，反正就是跟母亲有关的嘛。S， 我怎么觉得我知道你想出什么 ？OK， 好，来 ，OK， 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先查一下那个叫什么名字。得罪妈妈大会，好哦。OK， 我好了。OK， 好，我好了，还没有限字幕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限字数，字数 OK， 好，标准模式字幕。请问您是哪来的口音来着？我已经死了，我都是看视频学习的嘛。哎呀 ，OK， 我好了，耶、yeah ！应该不会有人跟我又撞题了吧？不会，等一下雪兔又跟我撞题吧？跟母亲有关哦，跟母亲有关。然后就到时候出各种动漫的妈妈，哎、欸，对，有、欸、搞不好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也是妈妈吧，对不对？母亲超人又会用火，可以啦，这个可以啦，来，好了，我看看，好，来啊，我们，哎、欸，我哦，哎、欸哦，我没按座吗？我按座了、啊，有一个人没按。什么东西啦？这怎么？这太长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要查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哦，等一下啦，这个怎么，这什么，这怎么呈现啦？不是啊，这个大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我直接把你的字全部打进去，我找不到这个人呢、欸。你要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、啊。那我只会画出那两粒呢。啊，你只哦，知道那是喵他抽到我的了。就你啊，这怎么看就是你出的。这一定是我出，哎、欸，搞不好雪兔也想出这一题啊。哦，你说玩了三周末的那个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我还没开始玩啊。你是不是出跟我一样的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妈妈身材要很好。OK。哦，所以她是妈妈哦。啊，对，我的，等一下，我的确定是确定真的是我出到我的吗？我哪在？等一下啊、哦，妈妈，这个、衣服要穿的像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衣服要怎么穿来着？我去查一下，我去查一下，应该是这只角色没错、哦，我要看一下我聊天室我到底有没有画错，是这只吗？看一下啊、哦。是长这样子，怎样子？哦哦，这衣服要这样子啦！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要抓到那个诀窍，哇！抓到那个诀窍。我小朋友画画。哇哦，我也是小朋友画画，别担心。等一下啊。OK， 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有点难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啦！完了，我还没画那个。主角还没画出来，等一下，主角，主角还没画出来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啊，来不及了。OK， 随便啦，这样就好了。虽然很丑，但是应该可以。来不及了，虽然很丑，应该可以。啊，这什么鬼？是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是什么？是这个吗？等一下，对，那部叫什么？那部叫什么？为什么他的屁股后面有一条红红的？等一下，这个女，这个妈妈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这个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一下，妈妈叫什么？我查一下。来不及了啦，只能这样。啊，这怎么画？等一下，出了这个东西要怎么画？这个要怎么画？这是一个形容词吧？等一下哦，这个是个形容词，要怎么画来着？嗯好，不管了，这样子啦。啊，好难哦。很努力的看着画，这怎么画？这根要这样画吗？糟糕，这东西要怎么画出来啊？这样，你确定母亲节是用这个东西吗？我突然觉得我们把母亲节给毁了。我也觉得我把母亲节给毁了。哦不。我到底在画什么？我是，哈哈，算了，这样也不错。Today， 伸长一点哦。啊，好了，没错。这样。都这边。OK。擦掉。哦，没问题，就这样。我已经做好了，这个猜不出来，这不可能的。这实在是我实在是诠释的太好了，我这诠释的太好了，没有错。这样子，
过了，过了，我让我修饰一下这边。啊，等一下，修一下，修起来。可以。Oh yeah. Oh, oh yeah. 好了，画的好好哦。好了，来吧，我看看。哦，我的不用给人家猜啊，可恶。就你哦，就你，就你出这个，我真的想不到，哇，你超强了，好不好？好强哦，哇，哇哦，雪兔鸟猛哦，哇超强了，好不好？这个 ，today，today，today， 这很简单啊，我画得很好啊，哦哦，他叫弹力女超人哦。logo 出来就不错了啦，有有有，至少我猜测，哦，好强哦，哦，给，哦，两个会画画配上两个小朋友，真的很好笑，这哪能是最好事啦？我来不及啦，而且你还把它直画出来，皮鞭伺候。哇，哦，好强啊，哦！太猛了！凡西，你是有看到我的答案是不是？我没有。哇，哎，欸欸，你知道我直接搜寻这个，我找不到他，哎，欸，他不是叫这个名字的，欸。哇，哦，我当然知道，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这一只啊？是是是是，二零古堡巴西血鬼。我来看一下雪兔怎么画。哎，什么？有有啦，背怎么了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够了啦！他要戴假面哦，蜡笔小新里面的人。哎，我以为雪兔会出这只，哎，我以为不会啦。哎呀，哎呦，怎么会出他？好，那我们母亲节也庆祝完了，我们现在来庆祝成圣诞节。你刚刚叫做庆祝，而且为什么会直接挑圣诞节中间的节日？那是十二月的东西啊。那我们来庆祝端午节。端午节快到了吗？ Okay. 没有啦，开玩笑了。端午节没有啦，那太简单了。我们不能把范围缩到只剩这样，我们要一个很大的一个 range， 很大的 range， 很大的 range， 很大的 range。我们可以画一个，就像我说，我们来画个帅哥。然后我们就来画帅哥，然后让大家猜。我们两个画不出来。那我觉得可以换一下模式，玩那个一样画葫芦。好，一样画，好好好。那我跟雪兔解释一下，一样画葫芦，它从头到尾不用打字，就是前面那个人画什么图，你要跟着前面那人画一张一模一样，然后后面的时间会越来越短。对，会越来越短哦，最后会非常快，然后就结束哦，会很刺激哦。然后他看那张图的时间也算在你的作画时间，所以你看图的时间也要抓一下，不要看太久。对。然后他只能看一眼，他不能回头看。OK。那我们来画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们来画动画，就来画动画吧。动画。就动画吧，你们想到哪一个动画，然后我们就来画它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那个我要先查一下，我已经想好一个动画。可是这个动画不知道每个人不知道最近大家看有没有看过，哎，欸，没差，那个我们是那个一样画葫芦，啊，没差，对哈，好啊好啊，来，只是谁抽到喵他谁衰而已啊，是还蛮衰的啦，是还蛮衰的啦，看到那图我都不知道怎么去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啊，我去查一下图片，好了，对对，我看到我的聊天室已经洗2-3次那个了，那我就来画这个，我决定要画这个了，可是这个我觉得动画。目前还不太多人知道。OK， 来吧。好，你们三个都好了吗？嗯，要想动画，就接下来是要用画的哦，不是打字。我们自己先画一个动画，自己先画一个想要画的动画，然后下一个人会看到你的图片，然后跟着你画的话，对，只要图片会更越少，对，会越来越少。对，你是自己要画的呢？对，就从头到尾都画，没有打字。对。那我不能害死。好，我先等雪兔找好图哈。啊，我的这个好像太难了，不然我再想一个好了。那我不要害死我自己。早让大家都大概都知道的作品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想一下。其实没差啦，因为这一样画葫芦就照着画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想好了，不用猜，不用猜，你就想画。所以大家都好了。好了，就按一样画葫芦开数。来，动漫主题。OK， 我看看啊，这样子啊，画可以画多久？一开始还蛮久 的, 久的，没有算过到底多久。那重新查一下，等一下啊，
哎哎，糟了。对于灵魂画师的我来说，不管多久都没差、啊。真的。我看看，哎，应该是长这样子吧。我们可是素描天才的。没错。我看看。哎，我素描不及格哎、欸。我觉得素描最简单哎、欸。素描很难哎、欸。因为你只要照着画就好了。对，我就是连照着画都不会。然后那时候老师照着画出皮鞭。那时候老师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奇妙的学生，谁知道就你画画其实很不是我，他们知道我会画画，可是怎么想得到说啊，为什么你连素描都不会？你跟他说啊，林北的北向嘛？对啊，不会啊，你属于创造型的，属于不是模仿型的人，厉害！哎呦，这个这样画应该可以、啊、有人猜得出来画什么吗？猜出来就厉害了，我真的觉得。铁兔看起来笑超开心，发生什么事？到底他到底在画什么？I'm sorry， 我觉得有点不妙。但是我尽力了，我感受到不妙的味道。我感觉到不妙的味道。猜不出来，我也没办法用画。到底是画了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是有极端的可能性。等一下，无所谓啦。I don't fucking care。这样子吧。嗯。哎，我看看哦，他这只很难。其实就算我画的很好，也没有不一定有人猜得出来这部动画。不用猜啊，照着画。对，照着画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啊，糟了，眼睛有点歪掉了。啊，这样。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本来就不会画画嘛。我不想要画那么久，就这一个嘛，很丑，但是我觉得够。我觉得，我期待好笑的好开心，好想看哦。对啊，我期待的都会歪成这样子，可是我觉得应该不行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画画很烂。没事啊。为什么会找我这个节目呢？真的是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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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画画也很烂啊。他就是要找一个不会画的陪他一起。对啊，太多人会画就不好玩了。这游戏就是还是要找一些不会画的，啊、要节目效果。我只会想哦，不会做。我们需要各位灵魂会师。嗯，各位的灵魂会师要节目效果，交给你们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啊！糟糕，这什么鬼？这样子，我还不开台，就是为了怕大家在我这边就笑完了，要到你那边再笑。真的，等等。这个要怎么？这要怎么？这颜色不太对呢。它颜色好难找哦。这样子吧，应该是吧。这个颜色吧。这超难的。我这样子点超久，手很残哎。然后，这颜色，这个颜色，这个、颜色 ，OK。哇，快结束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脸都还没画完就完蛋了。因为油漆桶一直找不到。哦哦，我找到了。OK OK， 好，剩下用手画好了。啊，算了，不要涂这边好了。有人猜出来吗？我看看啊。你说关照、哦。观众有人猜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吗？猜得出来就真的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我、啊、完蛋，一整个放弃思考，我只花了大概整个时间不到四分之一。画完了，我也不想再修了，因为我不会修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边至少要给他一点这个。大概还有两秒，一秒。啊！屁啦！
屁啦，是什么鬼东西啦？我好强哦，这个家伙是大师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什么马仓仓叶是不是啊？等一下啦，我猜这是雪兔的，哪有人第一回合画起来跟金的要十秒前的感觉是一样的啦？靠北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要长什么样子？我被忘记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！看这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我抽到了这什么鬼东西啦？等一下，看我快笑死了，我就知道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屁啦，这哪是你们说的那个？这看起来就不像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头发。先给他把补一下，这样子吧，随便了啦，不管了啦，我根本看不懂，那很第一回合就长这个样子了啦，第一回合长那个死鬼东西啦，这太难了吧？他作画太快，我是摆的、欸，看我还没按作画哎，你完蛋了，什么鬼啊？谁是摆设？谁是摆设？我刚刚看太久了。这怎么画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二回合会有这么精美的东西出现啊？不管了，这样子吧，我忘记它长什么样子。大概就这样子吧，随便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啦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重现它，重现它。什么鬼啦？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帮他补个这个好了。大概长这样子吧。不管，我看不出来啦。没啦，那就有一个是白色的。没有，你没有按做了没关系，你有再画就可以了。对，没有，我连画都没画出来，真的就是白的，这真的是白的。看，因为他前面画太好看了，我一直在想说是咋想。哇，你太过分了啦！哇，解析度开始下降了。我说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你不要加东西！我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雪兔花那是什么？对啊，雪兔花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哦，啊，这画超好看的、欸，超屌的啦！然后我看太久了。难怪，那哎、欸，可是你知道我抽到的会是后面哦，所以应该是他抽到繁星的那张。对，我直接抽到繁星的，我想说，所以那只到底是什么？那只是什么？宝可梦的，宝可梦的。我想看我怎么画，不知道怎么画。对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这是什么？马仓叶，马仓叶没错。我觉得你，我怎么把别的这变闪闪了？这变闪闪了、欸，真的耶，这闪闪的。然后我那时候画完这个说，这很像是一个佐助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画歪的佐助。哎、欸，这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。它是一部动画叫《Vivi》，然后里面的一只熊。哦，这周我还没开始看呢、欸。这个很好看，哦、这部还没看。哎、欸，大家哎、欸，你看没有走？嗯，时间不够了，时间不够了，你看后面这个好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有啊，把它画出来。雪兔那个也太血腥了，他手是被刺了四个洞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那啥小，好痛的感觉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这动画好像不错哦。我们可以继续来动画题。马上叶画成这样，那我就画的丑嘛？你这样，我就画的丑嘛？可以，来来来，我们再一次动画题啊！我觉得动画题应该动漫，好不好？我只想看动漫。我打动画第一个出现的会是什么？好，来啊！哎、欸，我来看观众打一个动漫，然后我来画你们说的那一题。我来看看啊，嗯。我也来观众选一个好了，我从观众里面选一个。好啊，我也来。好、哦，我刚好第一个看到这个，我还真的没画过，我来试试。动漫这个啊，
哈，好，我拿那个原田，那是念近山嘛？原田近山的这一题好了。好，原田近山，你这一题交给我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啊、我先查一下它长什么样子。好哦，可以哦，来，我准备好了。就会不会我们到时候都抽到一样观众题目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题目那么多，至少观众这么多。好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好，我决定要出、这个、我也准备好了。我要出这个。那就一样画葫芦动画题。我想找那一张图，我找不到。没关系，你先找，你先找一下。那一张图很好笑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找出来。让我想想看，这个要怎么画来着？有没有比较好去诠释这张图的图？这张。啊，它长这样子哦，有点难画哎。长这样子，我也没画出那个东西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看它的线条。我在努力看。哇，两个会师可以不要这么认真吗？看什么线条啊？看什么线条啦？我们根本就没线条，好吗？完，哎、欸，我先跟你讲啊，各位喜欢这只角色的粉丝啊，不要杀了我，拜托。搞不好第一回合就会先死在我的手上。先讲好啊，是爱这个角色的人啊，哎，千万不要来，千万不要寄刀片啊，拜托。哥呢，就只哥的绘画能力就好了。你要哥哪里？哥的绘画能力就到这里了，所以画不出来也不能怪我啊。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了啊，来，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一样画葫芦，然后观众出的动漫题吧。好，我想想。首先他头发应该是先这样子吧，对，我先从头发开始画起，脸应该是，我决定画很小，我错了，糟了，他头发有点 完蛋，有点 no， 糟了，我知道他这边有一坨这样子，对吧？哎，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哦。糟了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绘画天分哦。哎，是，这个起头可以，这个起头太棒了。再来是他眉毛，哦，眉毛，他的眼睛也长得太奇怪了吧？等一下哦，哇，这个眼睛，这眼睛可难画了。鼻子，哎呦，哎，猜的。我应该可以画得出让人家猜得出来的题目，应该 可是别人画不画出来，别人画不出来我是不管啊，我至少要看得懂我画什么吧。看一下哦，哎呦哎呦，我没指望别人理解我。生无可恋的感觉。糟糕，这边超难的，这边 这一段这边超难的。等一下我想想看，手上要有一只可爱的啊！糟糕了，好像开始崩坏了啊！没差啦，不管了啦，没在管那个重点要把它画出来，那个重点是这只哦。相信大家这边都是动漫迷，什么全应该哇，应该有看过这个吧？就算没看过，有听过这个吧？哎、欸，原来他。这个这么小哦，哎，我看看啊，哦，真的觉得我绘画进步了，有哈、哦，多玩这，以后要多玩哦，要多玩这游戏，绘画进步。等一下，他怎么变成鸭子了？啊，不管了，小光不是你是说你要把这些图片全部都存起来，然后之后拿来摆摊做明信片吗？对啊，我要去摆八月的 CWT 啊，哎，报名截止。截止了、啊，你要那个了。截止。你可以那十二月的了、啊那就十二月了，好不好？我把这些图拿来卖，一张卖5万块，5万台币。没错。可以，卖得到，卖出来。你要先卖得出来吧？你要印500份哦。印五百份，哇！你确定真的有500个人可以买我这个？等一下、哦，他手上那个是这一根，要把它画出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觉得我的这个绘画能力不错了，好吧？啊，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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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寄刀片，拜托，不要寄刀片，拜托，千万不要寄刀片，好不好？我要跟观众解释一下为什么画这个。我要跟观众解释为什么画这个，因为观众出的，干。别这么快。啊啊啊啊 ！I'm sorry。等一下啊。一，歪了。加一下，三，好了，好了，这么快，它到底几颗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没有想到雪兔这样画比我还快。哒哒哒，好像不能写。哒哒哒哒哒，得了。真的没错没错。那么快啊？还行。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。可恶，这上色好像就会毁掉线条。可以吧，各位，这样子有像了吧？总该有像了吧？等一下。好了，大哥。有了吧？哈，那个戒指要画，戒指要画吗？等一下。红格列。干，没发现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听到风格裂是这样，要听到戒指就猜到什么东西啦。等一下啦，不能这样子啊，作弊哦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完美。好了，戴在食指上应该是可以吧？少一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真的。一颗珍珠美人鱼，八颗。OK， 啊，那不是。Oh shit， 头发。OK， 谁会抽到我的嘞？哇塞！杀回啦！可以谁啦？这是谁做的啦？这是等一下，我再猜，这个绝对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这一定是繁星啦，这绝对是繁星啦。不一定哦。太扯了啦！我就知道我抽到繁星的了。太漂亮了啦，那就不是我的啦。太漂亮了啦！等一下啦，漂亮就不会是我的图了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颗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数那八颗了？是你的啊！你为什么要出这种东西啦？我观众，好扯哦！你的观众为什么要出这种东西啦？还好我还记得攻击力跟防御力。哦，八颗星的，八颗星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太快了！干，我还在画哎。你们就是这样子才没办法，就是知道这一个游戏的精髓，就是要灵魂。哈，哇，这是家伙！哇，这么地狱的东西都出来啦！这东西，这一个的话，我猜是，我没有画过的。等一下，这个要怎么画来着？忘记了，可恶，太快了！我只要记得把这个东西补出来。啊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不及。哇！谁要我画这个？等一下，完蛋，我没看出是谁。等一下，刚刚这样子，好像有这样子。头发长怎样？长这样吧。哇，他长什么样子？我已经忘记了啊。该不会是这个吧？就这样子了啦，不管了啦。啊！好难啊，超难的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喵哈那个，真的太夸张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？谁画得出来啦？哇，三十，字还没写完，剩三十了，剩三十，东西剩三十了，好强哦！哇，说话还可以变成这样子，好强哦！太猛了！重点是你知道我爱画什么，好强、啊！我知道吗？什么可以这么强啊？哇，来我们看一下繁星画什么。我操！原来是你，然后接着你是喵哈，难怪。那种打字了直接打字
你知道为什么出这一题吗？我说反正下地狱人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哦，下地狱人变越惨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后面那只是什么虫子吗？应该是蝗虫吧？毛毛虫，好可爱。雪兔出什么？哦，应该是雪兔的。等一下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这是走出思考图，你知道吗？啊、走出那张思考图啊！对啊。好，等等，这是快了，这快没了。这物种不正确，物种不正确。我有意会到他是佐助啦，只是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吧？看得出来是谁吧？这已经是最后的等级了。哦，我有哦，有，原来那个圆圆的是他、啊，来不及吗？这杰克，这杰克，这杰克吧。哎、欸，你们后面好难歪哦，只要是后面三跟四是喵哈跟那个繁星的话都很难歪。一方面是我们只有四个人啊，因为如果你在人到七六七个人的时候，就真的已经看不懂了。真的假的？只剩麻薯了，真的。会变麻喷水麻薯，好笑哎、欸，好好笑、哦，那个图好可爱啊、哦。我们看看，那我们继续动画啊，我们这次画女生，女生吗？动画的女生，好。就是女角色，我们来画女角色。等一下、哦，女角色，我来看一下观众，观众给个女角色，让我来崩坏她。女角色，女角有没有？你来崩坏她？啊，小一勇要我画她，不好吧？雪莉的那个我们之前画过了，克鲁米那个没什么人知道啦，我就算知道，我画出来也没人看得懂哦。我看我照画啊，我要选哪一个人的来，我看看。我已经想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出那个姚俊全的好了，姚俊全的，决定了，姚俊全的，我先查一下他知道怎么画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我要出这个。OK， 我想好了，好，想好了吧？好了，可以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一样画葫芦，一样动漫题目是女生角色，没错。决定要出这个，我先想一下他的脸要怎么先怎么画来着，这样，然后嘴巴要先，OK， 然后啊，画太高了，是要怎么画出来？等一下，诶。哦，有了，成功。然后先把颜色补上去，颜色。然后这是长这个颜色。嗨，各位，颜色长得好像没有这么浅、啊、好像是，哦，这个吧，对，好。然后头发的话。哇！怎么变成这样？干嘛？吓到我了！你吓到我们了。Sorry， 等一下。哎呀，好难撇哦！哎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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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哈！耳朵，来画个耳朵，然后应该是这样子。OK， 上色，开始上色了，还没到上色的阶段。哇，你们都是用绘图板在画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好猛哦！我们都用滑鼠在画，然后我们感受到那个，是我跟你讲出来的那个，你用绘图板还画得弯，那才更恐怖。哦，说的也是、哦、对啊，更羞耻。还好，那我觉得我用滑鼠，我画得很开心。对，哎，长这样子啊，怎么画起来越来越像别的角色，而且像一只男的某个角色啊？眼睛的话是
我觉得我画得很棒哎，各位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画得很好。等一下，不太对了，不太好像不太好了。啊，长这样吧。完蛋！啊，对，它可以调粗细哦。啊，细细的。我吸不到这个烟。我想一下哦，细细的。细细的，细细的，细细的。哇！我把那个神韵画出来了，各位。啊！嗯，欸，有吧？各位，我把神韵画出来了吧？然后眼睛颜色是长这个颜色吗？眼睛颜色好像长得像是有点这个，有点偏。对，有点偏这个颜色。哎呦！啊啊！哇塞！真的很佩服自己。你看眉毛再补一下好了。嗯。眉毛要用这个吗？哎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头发的颜色，上色时间。啊，完了，来不及了，糟糕！哇，糟糕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哇了，哇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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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呗，可以呗，可以可以呗，可以呗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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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有可以。好了啦，就这样啦。The fuck！ 啊，忘记用这个。太粗！等一下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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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再试，我觉得来不及，我觉得来不及，我觉得来不及 ！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等一下 ！H， 头发不对，颜色不对，这样，然后我决定了，只能用。只能这样啊！来不及，哇靠！等一下，那根也太长了吧，那根也太长了吧！等一下，哇，这个画的好好，可是啊，我忘记了它长什么样子。等一下，都长来不及呀！啊啊！应该长这样子吧，对吧？应该长这样子吧。然后，应该要这样子吧。不行，我要上重点颜色就好了。啊！有啦有啦有啦。我觉得我把重点画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把重点画出来了。OK， 有了。我觉得这个就算是、哦、其他人看也看得出来我在画谁，好不好？哇，是谁出这题呀、啊？这题超难的，我好想知道他原本是画成是啊，好，我记得是这样子吧。其实我不知道这只是什么，救命哦！欸、好像刚头上有个东西哦。然后就这，救命哦！他长什么样子哦？我忘记了，这是谁哦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来不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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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不及了！好好好，随便了，就这样子，不管了。哈？这谁？都是谁？这谁？这谁？怎么会有？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我好像知道这是谁。我也知道，只是没时间画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不管了，太作弊。这样子吧，应该是就这样了吧，就这样子吧，不管了啦，不管了，就这样子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定是喵哈，我就知道啊！天哪，你是鬼吗？我就是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啊，政治标记还留着。该有的都可以啊，都出现了。欸、大家都把这重点画出来了，该有都有了，看到都知道啊，看到都知道是什么啦，看到都知道。你画很快欸，哇，谁知道是画那个啦？完美的、欸，哇！我就想说这怎么画？然后油漆桶整个很悲剧啊，一块小画，谁知道啦？欸、我把重点画出来啊！我把重点画出来。哎呀，下面怎么了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下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很难懂哎、欸。哦哦 ，Nico Par 啦！我想说，我想去搜寻，来不及。后面突然，后面突然一个画风巨变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哎，我觉得小光这个会很好笑。我的不错吧？我画的还哎不错啊。我有点觉得好像在画史莱姆。等一下，雪兔那个是怎样？有精髓啊！哎呦，可是后面好像已经看不出来是谁了呢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放大了啦！怎么那个眼睛上？可是看出来是阿奎，我也知道是阿奎、啊。对啊，应该看知道啊，这表情只有他有啊。哦、所以其他人都看得出来那是阿克雅，对不对？知道啊。好，可以，那算我们这样算 OK 呢，这样算 OK 呢，大家都有意会到那个精神。我们来玩看、三明治吗？三明治人太少了。对，哦，三明治要五个人多才有办法弄。对啊，哦，那我觉得亿万矿户人蛮好笑的。我们再出一题难的好了，难的，难的，难的动画。你是说哪个难？很难的难，还是男生女生的？Boy， boy boy， 来各位，各位来来来来，赶快赶快，哪个男生你们想要被我们崩坏？想被我们崩坏的，赶快啊，把那个题目给丢出来。哎，我们说的是二次元嘛，好，二次元好了，就是不一定是要动漫，就像刚刚那个游戏里面是二次元也可以 ，VTuber 也可以。啊，我没追男 V 耶。哎，我有点想画那个哎，哎，我看看哦，有些都是我们之前画过的，我看看还有谁的。哦，你要想男角有股说不出来的。哎，我想画这个哎，我想画亚莎的这个。好，亚莎的这个我来画一下可是这个我画出来应该没人知道吧。好，我画画看这个，我先查一下他长得怎么样。好好，希望他不要生气OK OK， 之后还有机会跟他一起啊、对，好吧，我们啊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画这个，决定要画这个了、二次元的男生。好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一样画葫芦，男生，动漫、二次元哦，二次元，对对对对，很好，怎么办？画丑了，我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，要把他画帅啊，没问题，我会把他画，以我的技术要把人家画帅，我觉得是有点困难，等一下，糟了，他的粉丝不要来杀我，拜托。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我也很爱他。应该这样子啊，应该长这样子。哇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有点难呢。我为什么要做死、啊、搞自己？对啊，看到有人出这一题，我就忍不住想画一下，想挑战一下自己。你怎么会那么相信自己呢？人总是会相信一下自己嘛。等一下啊，糟了。糟糕，等一下，小光表示想弃题耶，有点想弃题，可是不行了，都已经在画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可以啊，哇，这个脸超难，老师有人交白卷，不，算了，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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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等一下，滑鼠很难哎，完蛋了，哑巴，他。哑巴，这看得出来我在画谁的，我真的觉得你们是很神，好不好？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我在画谁了。等等，
完蛋，完蛋，这样子吧。OK， 啊，眼睛颜色是什么？什么颜色来着？我看看啊，眼睛颜色这样子吧。对啊，我这只眼睛颜色有点多嘞。对啊，哦，好完了，哦，太快了吧！那他怎么流眼泪？怎么变流血泪了？等一下啊，哇，这个手会抖哎、欸，手很抖哎、欸，哇，哎、欸、不对，他没这么红，他应该是要再深一点。不是，我是说他的那个部位的那个颜色、那个、没有那么红，应该是要。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男的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了。还有不确定是男的吗？等一下哦，完蛋了！我应该画另外一只啊！啊！要画！好小哦！完蛋了！我在画什么？不管了，我已经没办法回头了，各位，我已经无法回头了，永远不回头，已经无法回头了，这是一个。这是一个已经画哦、oh, ，shit， 什么鬼？等一下，啊啊，我哪里少？小光光画一张图就发出了各种的娇喘声呢。没有啊，因为我玩这游戏会手会哦、oh,，Holy shit！ 等一下 ，Oh shit！OK OK， 啊、嗯，我把它连起来，连起来就不会出事了，连起来就不会出事了。OK OK OK， 啊、oh, ，OK OK OK， 颜色好像再亮一点。好像是这样，为什么会听到呼呼的声音啊？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应该是附近的鸟在叫吧？啊啊！我先画衣服特征好了，我先从衣服左手，先从衣服左手。啊！哇，心胸宽大，心胸宽大，这个是心胸宽大。等一下，很急。我的聊天是说，没有，他又在玩死下一家。有吧，特征又出来哦。对，还有一个极大的特征。等一下啊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，这个。超了，颜色啊啊啊，这样子啦。他有点黑黑的，黑黑的。我有时间吗？我有时间吗？好像剩十秒吧。不行！啊！等一下！哇，糟了！拜托，这位不要来杀我！拜托，我对不起你，活人哦、我对不起你。认识的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要搞死下一家的嘛？嗯，这真的是要搞死我哎、欸！为什么要抽到喵哈的题目？是觉得我的才是喵哈的吧？你有画过他？我是有画过他，可是不是在这款游戏啊！等一下，我靠，眼睛是重点，太难写了啦！那字怎么写啦？我忘记了查，我现在连查都来不及去查了。等一下，好了、欸，太猛了吧！出这题的，哇，什么鬼啦？完蛋了，眼睛它是什么字啊？眼睛怎么写啦？不会写啦，不管了啦，就这样子。第一个字是上，不管了啦。我跟你讲啦，要怪就怪喵啊，出这么难的啦。好了，画完了，画奖了，好了，来吧。哦，这个简单多了嘛？为什么大家不要这么和平友善出这种题目就好了呢？哦、真的是哦，这题到底是谁出的？我超爱他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简单多了，可是要怎么画它来着？这样子吧，然后头发颜色一定要先出来。我知道你在画什么，哦、可是我画不出来怎么办、啊？哎呦，要修脸怎么变那么黑？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。
好，就这样。我靠，油漆桶没用好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，这油漆桶也没用好，应该吧？应该长这个样子吧。然后没关系，我要学他把油漆桶没用好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可以，可以，我画好了。就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可以。妙丽是搞死人啊！可以的，我没画给他，他谁？他谁啦？我知道他，我知道小高画的是谁，我知道他在画谁。可是我画不出来。靠，我是这只哎！变乔努洛了，很像啊！你往上看那个圈圈，很像乔努洛的。我知道小高在画什么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忘记他眼睛是写几了。哦，这个你看，你看那繁星，这才叫真正的猜题嘛，舒服多了嘛。可是我忘记他怎么画了，那我之前就变成不管了，没关系了，看得出来了。超大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对对，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他？乔达，三只脚的，那个三只鬼啊！哦哦，你怎么变成哦变乔达了？是不是？咦，哎，差不多啊，卡通啊，没有离开那个范畴。来，我看一下雪兔画了什么东西。他超猛的，有，这个有这样。超快，超快！大家都知道在画什么哎、欸？啊？我确定你不知道，我确定你不知道，来换弹头模式啊！我知道，我只是小泉石你们那种笑得很那种的感觉。小泉石啊！我的这个你们可能猜不出来是谁啦，某个 VTuber 啦，奎宁啊。哎、欸，知道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直接画成，哇，我不知道那一只怎么画，你好猛啊、喔！有啦，差不多了，人家头发变不太，发型不太对了，发型不太对，而且那团已经变成不是生物了，有没有？可以耶，好好笑、喔。我们刚才出了男的，出了女的，那我们要来出个不是人的吗？不是人的哦，可以啊，我想想啊。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人？很多哎、欸，超多、欸、动画不是人，就全部都不是人、啊。二次元，然后不是人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不一定要不要宝可梦，我不要宝可梦，我不是不我不是说你们，你们可以宝可梦，我是说我的题目不要宝可梦。二次元，然后怎样？不是人的，只要不是人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来画一个简单一点的了， okay. 只要不是人就可以了。我靠，有人出这一题太可怕了吧？那请问那个鬼灭之刃里面的鬼不是人那一种了？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不是人类，好不好？可是简单一点，他要长得不像人哦，完全不像人。我出看这一题好了。哦，对，最近有一个东西好像不太像人，我来画那个好了。我试看这一题好了。我靠，这题真的是搞死我哎、欸！我靠，我看这个要怎么画？好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应该有办法啦，好不好？决定了就画这个。好，我想好了，画一个不是人的家伙。哎、欸，可恶！我想改题，这个好像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画，这个比较好画。不是、啊，这就都已经说不是人了，为什么我的聊天室还有人在打五条悟啊？他死了，是不是？剧透是不是？五条悟不是人啊？不是剧透了。我决定要改这个了，这个我小时候超爱画的。啊，西版的笨蛋。这个我最会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保证，这个我超会画。我小时候从国小就画这个，画到国中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定要玩这个。刚刚那个上一题的那个我不行啊，那题有点难、嗯，这题简单多了。就这个了，我决定了。好，都好了吗？太强了，不是？难了。好，好了。好多可以画，我不知道要画哪一。我们可以玩第二轮啊，如果不错的啦，啾啾。可以啊，可以玩，可以玩第二轮。我就光动画，我们就可以玩一整天了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。好，一样画葫芦，不是人，不是人的一样画葫芦。哦，我没画过他哎、欸，挑战看看。哇，他长得像。哦，第一笔我就开始觉得我为什么要挑战他、啊？应该长这样子吧。从小画到大，
会让他失望。嗯，然后眼睛应该是这样子吧。然后，哎，哦 no， 哦 no no， 还有眼睛好像怪怪的，没关系，看得出来是什么就好。哎，嘿嘿嘿嘿，完蛋，我变阿黑眼了。没事啦，我没有我这边糟糕啦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很 OK， 我觉得很 OK。然后眼睛颜色是这个颜色，行，我觉得太阿黑了。哦，差不多这样子，对，很棒，太棒了，我怎么那么厉害？你好棒，我好棒，我怎么那么棒？嗯，我是觉得有点误会。嗯，这颜色要怎么抓？要抓哪个颜色来着？这颜色比较接近。哇，挑不出那个颜色哎，这在哪里啊？好难哦，这颜色好难调哦。啊，好了，这个啦，不管了，就这个颜色吧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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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猜得出来。这个阿黑眼太好笑了。哎，哎，是不是？很好，颜色是白的，这简简单单就画好了。诶诶，fuck， 这样不管了。诶，原来他自己颜色，怎么了？不管，就这样。有七筒是吗？啊，我把它变白目。OK， 好，颜色再改一下，看颜色很难找哎，那颜色超难调的。哦，是个吧？是颜色吧？试看，好像生病了，我家的这只怎么好像生病了？好像颜色不太对，我的颜色也不太对哦。对呢，这个它的颜色好难调哦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它的这个粉红这样子，哎，这个吗？这样好啦，就这样了啦，不管了啦，就这样子啦。长得人模人样，哎，不是啊，他不是人，长得兽人兽样的，可以啦。旁边画个什么？画个，反正有多一点的时间，我们就把它主人也画出来了。OK， 好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已经好了，没有问题。随时都可以开始把头发变成这个颜色的太医了。 啊没事。我要讲什么？你我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有人出鸡块对不对？对，卡烂。OK， 我好了。哇，这只我要看一下。哦，哇靠，这新番我没看欸。等一下，应该是长这样子吧。我忘记长怎样了。长怎样了？我忘记长怎样了。管啦，应该是有这个颜色吧。
对啊，我要循着印象去画，是印象派的，应该是长这样子吧。这部我就没看，可是我知道它长怎样，长这样子吧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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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查查看，来得及吗？我来得及画，你剩十秒钟不到哦。来不及，我查不到。啊啊啊！我爸，我真的，哎、欸，大家听我解释，我真的看完之后，我第一个印象是这个东西。好 ，Mandy， 真的啦，一模一样、啊。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竟然不知道。黑的，然后，白的，啊？然后黑的，然后眼睛为什么有一条红红的？然后我最多只能知道这样了。OK OK， 这三小，这什么鬼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啊，不对，眼睛是这样子的。他好像很多脚啊，该不会是那个吧？就算我知道是什么了，难道是这个吗？我在猜是这个吗？对不起，我这话，什么我真画不出来，应该是这个东西吧？我知道你在画什么，跟画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我在画什么。来来来来，我看一下喵他画什么。哦，太难了啦！我跟你讲，他变章鱼哥了啦！不是一模一样，真的啦！我跟队长啊，都变章鱼哥了啦。哎、欸，我看完老师，我看完之后按掉准备画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直接变章鱼哥，没有他的图。章鱼哥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哦。按下去，哎、欸，章鱼哥。直接题目直接爆掉啊！这是我也难哦。那、啊、为什么眼睛撇掉颜色后面不对啊？为什么我想变成斜的？为什么变斜的？斜的？为什么变斜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问号？没有，他手上掉钱啊！靠，哎、欸，要好屌，把斜的变回直的、欸，哎，瞬间怎么？同学们。Oh, 我就知道哦，原来是这个哦，蜘蛛纸。到我这里完全变成奇怪的东西了。还没看，哎、欸，怎么回来了？为什么回来了？好强啊！为什么？刚好昨天才在补它。为什么这长得像梦幻啊？梦幻片。哎、欸，我画，我这是我第一次画的，我觉得最好的一次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这次真的有，可是我也是关掉之后不知道我要画什么。我画得很好吧？滚球兽这么可爱，哎、欸，有啦，第三繁星他有直接把那只弄出来，哇，繁星这个哇，然后我没办法，对不起，天哪，天线呐、啊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，对不起，我 sorry， 我尽力了，可是没办法，你的梦了，你的梦，有脸颊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。那我们来画，我们来画，我想想看哦，知名电影非人类吗？啊，电影哦，电影的话要不要回到标准？回到标准，来啊，回到标准啊。好，电影。哎、欸，不要，电影好像我没在看电影，还是一样画。不然，就是我们一那个我们一样动画，然后我们回到标准再画一题好了。动画，所以这是动画随便就对了。动画随便，好，随便啊，反正二次元了。我们讲，刚刚是雪兔吸了很大一口气。二次元啊，二次元随便，好不好？我们二次元随便，二次元的都可以，只要不是三次元的。我们来看啊，有没有要出二次元的题目让我画、啊？二次元的 ，OK， 二次可以，二次可以，二次元可以了啊。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我最近看的动画是什么。我在看观众出的题目是什么？哈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不错。我决定用撸撸哎
入围的这个不错，好不好？我来试看，入围的这个好像不错，我来看一下他怎么画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好像可以。标准不是丢题目给别人画吗？就是对对对哈，是丢题目给别人画、啊。对啊。哦，对哈。那不是我画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我就出这一题给大家画。啊、所以是出动画名称还是人物？出就随便你，就是你就是打一个词数，打一个词出来，然后大家把它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只要呢那个就是猜题的人文艺有到八成，我们就算赢，我就算他。所以现在是二次元吗？二次元，对，二次元、哦、任何哦，二次元，所以就不一定是什么人物或者是动画名称都可以。哎，对，都可以。都可以，你要出人啊，你要出动画名称啊，我要出这个，我要出这个。他可以也是可以，他也可以是一件事情。啊，我想到的是一件事情，对对对，那个事情就是很有名，然后就大家知道什么东西。完结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在玩猜人名吧？这不是在玩猜人名？我完结了吗？我刚才就回答你，哎、欸，完结了。不是因为刚好观众有说一样的东西，也是事件，然后你就说很有名，我就说嗯，完结了吗？该不会是我们？该不会是想的一样的东西吧？五个字对不对？五个字，然后还有很大体型的那家伙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好像都知道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要跟我出一样的吧？第五个字是 R 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，那我不能出了，那就要算了，那我不能出了，那我不能出了啦，白痴哦！你也太好被别人猜到了。我本来想说，来，那你做啊，看一下会不会有人画，看来是不行了。我知道我要画什么了，艾伦，你做啊。哦，这是这个吧？我出这个好了，等一下啊、哦。不是啊，打这样，我要出这个，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好，都好了吗？打字哦，第一题是打字哦，打字的，没问题，来，好，开数，要数哦，我不知道谁会抽到我这个，谁会抽到我这个呢？我好急啊，做了。等我一下，打错字了。好了，我好了。这样有一点年纪的人才看得懂我们在出什么，好不好 ？OK。那怎么有四个字啊？四个名，四个称呼。好了。啊，这什么？哇塞！来，大家一起找吧。这超难的、欸。这什么？白痴哦、喔！白痴哦、喔！谁啊？谁啊？都没看呢、欸。谁啊？这个有点难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。好烦哦、喔！我猜喵他抽到我的了。我也觉得是你抽的。一定是我租的。等一下啊、喔，长得这样子吧？他这个有点难哎、欸。OK， 嗯哼哼，我变得好像肯德基爷爷哦，好难哦，这到底是谁出的？我不会画，我画不出来。我把关键画出来。A 消，我怕会有人误会。A 消，这个超难的。A 消，应该这样子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梗哎、欸。哦，你不知道那个梗啊、哦？你不知道那个梗，怎么可能？那啊，没关系，你只要画得出来就行。你只要画得出来就行。这样，然后它颜色应该是。Oh fuck！ 哎，这样，哎小啊，然后，哎小，
应该是这样子吧。Oh my god！ 哇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这么快？对啊，这一般的好像比较快哦。一般的哦，对哈，一般的比较快哦。糟糕！哎咻！不管就这样，应该是这个样子吧。不是江南 style 啦，玩你的啦！看这个应该知道谁啦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啊！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等一下！这个吧。Nice 啊！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出的题目超难的，我出的题目超难，我觉得我出的题目都超级迷因的。这什么鬼啦？哇，这怎么画？等一下，应该是完蛋了，该长这样子吧？应该长这样子吧？对。算了。这球要怎么找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应该长这样吧？哎，那个球到什么颜色啊？我看看啊，应该是这颜色吧？不管了，差不多啦。谁啦？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吧，我应该都有到了吧？1、2、3、4，哎，对，四个元素都有了。我元素也有，有吧。哦，原来是小光哦，好像是小光，没错。好了，我的好了，没问题。OK， 没问题，我的已经好了。这应该会。猜得出来吧？我发现一般其实很长欸，我们都误会了，我们一直以为一般很好像我们一样画葫芦画太快，就是在那边训练过啊？不是，我结果我们都乱画一通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还有人还在画？没，其实有一个哦，我画完这样。哦，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就知道。他有把该画出来啊，对，就想说啊，叮叮叮的时候赶快把那个画出来。行啊，谁啦？谁？有吧？樱木花道？没有，只有十号出来而已。十号跟粉色头发是谁？我，游戏人生那个。该有的有啦。吸血鬼到底是哪一个部分？我不知道。哇！你给出了业者不应该有的题目，但是你还是尽力完成了。对，这就是委托。委托真厉害了，这超难的啊，白痴啊、喔！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猜得出来我在画什么。哇，知道这个，这个我知道。不是，陷阱题，冒牌变变小提琴超难。人家说完蛋了，一定G.I. Joe， 完了，看一下，欸、他超强的啦，有欸、他超强的，欸、好强哦。你给我闭嘴咧！啊，这个好笑，该有了啦，该有了啦，都有，黑人给我闭嘴。
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玩一个迷因哎。迷因梗吗？来啊来啊，可是可能要一样画葫芦，我怕有一些迷因不知道。好啊，来啊，一样画葫芦。我还觉得我飞天小女警那一个，如果有给那个给会画的人画，感觉超好笑的。我来查一下有没有什么迷因可以画。我用巧克力那个。我用。哦，我知道我要画什么了。OK， 来了，我好了。我好了，我们不会重复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迷因会不会重复了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好好笑。好，你们都好了吗？一样画葫芦，画图的部分。好，好，那我就按喽。迷因，我觉得迷因等一下可以出个两题，我想到两题。哇，迷因应该蛮多的。对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头。头应该是这样的，哦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等一下，现在发现花饭了，哎，等一下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应该小一点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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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说我太大了啊！我刚才想说，用的是他就好了。我太大了，对啊。好了，这么快？等一下，哎，这不是迷因吧？这好像地狱梗的，对不起，一样的东西吗？地狱梗，如果他是很红的那种。有点偏迷因的也是可以，算吗？还是要带你们一起下地狱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住在那了。好，我也住在那。我好难诠释哦。这个真的也蛮难诠释的。等一下啊。应该是这样子吧。超认真的，为什么我觉得我迷音特别认真？迷音超认真的，不知道在认真什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手有点难画，这个手有点难画，这个手应该，这手应该是啊。迷因怎么会画这么久呢？就只要把该有的东西有了就行了。这超难的、欸、等一下，这根手指头，你能画出来？我是魔王体。魔王体，对，你画出来的，大家都应该懂啊。我画三个人，两个人，一只猫吗？没有，我刚刚也是先想到两个人一只猫。我想想 ，OK 啊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这看久了，这张 好恐怖哦。这样子吧，然后我这边要写字吧，我想一下，哎、欸，嗯。发现这是飞天小女警的配色哎、欸，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右下角可以按坐，就快速终止。好，等一下，好好来来来来来，我再帮他染发。
我看这个别人怎么去呈现。啊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，这是一定雪兔，因为画的很随便，一定是雪兔。等一下，可是那个眼神要怎么用啊？糟糕，他眼神要怎么用？好呀，我知道你在画什么，原来我画不出来。糟糕，这要怎么用啊？忘记了啦。颜色是，哇，直接用这个颜色会不会太那个？我决定这样子应该就看得出来了，应该长这样子啊。我看下一个人有没有知道我在画什么。我画不出来，可是我用差不多的图案给你。完蛋了，这个超难。等一下啊，哇，我只能帮你补一点颜色了，只能补一点颜色了，可恶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？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这什么鬼？啊？是不是有人没画完啊？还是他真的本来就是这个意思？我看不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？啊？就这样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哦，这什么？哦，我怎样啦？哦，好可爱哦！不是这个很可爱，是很可爱，可是什么意思？啊、帮他加点东西啊！然后，可以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喵哈画的是，哎，觉得看久很恐怖哎、欸，好可爱，有哎、欸，我来看一下。怎么变成这样？怎么变成这样子？猫咪怎么变成？哈哈哈！那什么啦？怎么了？吃到人哦！干嘛吃？我想他吃什么？应该吃人吧？我搞错主题了。哦，这是第二，我知道了。Oh my god！ 这个抽象，抽象。那时候就只有三坨，这东西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个老师哎、欸，可是如果有看过这个地狱梗的话，你看这三个你会知道是什么啊？真假的？老实讲，这三个点知道是谁啊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雪兔，我知道他这个画什么，只是我眼神没有办法拿捏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哦，哇，喵哈，喵你好猛，你看得出来、欸？哇，有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！来看看我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明显吧？我看看，等一下，它中指上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呦！是重要的，两只手没有变过吧？两只手没有变过吧？表情你好烦哦，表情看不出来啦，就表情而已吧，白痴啊！哎，我刚刚想到了一个迷因梗、欸，我想到一个迷因梗，好，我决定要出那个迷因梗，好，再一个迷因梗啊，好，再一个迷因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查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看一下这个我要查一下看怎么画。哎、欸，好，我查到了，我查到了。会这种题啊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好了，我也想好了。好，好。来吧，好，开始。一起撞题吧。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画来着。
真要这样。然后，诶，这样子。对，我画的不是名，重来。哎，等一下啊，颜色是什么？应该是这个，没错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是，哎，大家猜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吗？然后这边应该这样，这个要怎么去诠释那个？哎，好像有人知道了，好像有人知道啊，可以啊。应该可以吧，这样看得出来是什么吧。有我聊天室都看得出来，可以。那应该要这样。要个好像是要做一个这样。画不出来，应该这样可以吧？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样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对啊，人应该是要，对了，应该是要这样。哎，不对。先把人拿掉，先把好、可以哦。等一下，怎么这样？好，看出来了。哦，对，可以哦。这样，然后这个人要怎么画来着？这样子吧。好，这应该不会歪吧？这画的很简单的。我觉得这个我也画的很好看懂，很好看懂，应该看得懂吧？对。想啊，这样。我聊天是说要出事要黄标了，应该不会吧？他要播出来呢？哇塞，今天的观看人数也太多了吧？黄标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啦，这个迷因的图很常见呢。不确定呢，我有版权啊。应该没画那么像。迷因的版权。OK， 迷因有版权。有啊，来好不好？有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啊，迷因有版权、哦。你只要用别人的图都有版权问题，只是看他要不要来告你。对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做了。哦，难怪你会说有版权问题。我看懂了。哇，这是迷因，对啊，台湾迷因。等一下啊、哦，不要讲出来啦。我看懂了，等一下，可是很好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已经把你都很好画了，是还不错画啦吧？等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
等一下，我这个人的手是不是有点颜色有点怪怪的？这样子，对，好。我画不像啊！天哪、啊，我在画谁？我不是二次元的、欸。完了，这应该看得懂吧？糟糕！哎，对，我没有大拇指，这样，然后加一个大拇指。OK， 我好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！我知道你在画谁，但是很难。好可爱啊！我第一次看到这是啥小的问题。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吧。哎、欸，等等。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变滚球兽可以啦，很可爱啊！谁？哦，哇哦，这怎么画来着？什么？等一下啦，这怎么画、啊？都变这样子？你看他那眼神到底怎么办到的、啊？嗯，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我也不知道在画什么，看起来好像洋葱哦，糟糕了！哦，原来是这个哦，来了，啊，来了，来，哦，这是哦，这是什么？嘉明的味道啊！我看一下，怎么是？怎么变成这个？欸、我照着画哎。等一下，怎么好像手断掉了？我打了一个洞，我看不懂。你看过那个吗？嘉明的味道。我知道嘉明的味道，我看不懂小光的画啥呀？那个很像洞，有没有？可是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画成你黄标的味道。哦哦哦！我想说之前都太难了。哇哦，好可爱哦！什么戏啊？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哦、哇！哎、欸，大家都知道哎、欸，我好猛哦！该有的都有啦，该有的都有，该有的都有。我来看一下雪兔是什么？姚明啊、哦，可是我很难画，我来不及查啊，平相啊。我真的蛮像的，重点是到我之后，我画不出那表情啊。我画不出那表情、啊，变洋葱了，真的，对，洋葱了，变洋葱。洋葱，洋葱。哎、欸，这有没有人看得出来？这能看出来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阿贝，出事啊，阿贝！哎呦喂，有喂、欸，我照着画而已，我看不出来。我也只是照着画而已。哦，所以你们看不出来那是阿贝出事啊？我聊天室有看出来，我聊天室也看得出来，超强。阿贝出事了，阿贝。哎呦，那我们来玩一样画葫芦吧。的迷继续迷音吗？迷音还有迷音吗？我们还有多的迷音，很多啊、迷音超多的，而且光台湾的迷音就很多。真的，台湾迷音好多。好，来啊，迷音啊，迷音啊。妥。我们来一样画葫芦，台湾迷音。不用台湾，就是不是就迷音。好啊，哎、欸，就迷音，看一下啊、哦。我刚查到一个，我查到一个迷音了，等一下、哦。应该要这要怎么画、哦？我查一下啊、这图片。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好了。那我就要按喽，一样画葫芦迷音 ，Part Three Four。Go， 来，我会画了，我会画了，我知道怎么画了。等一下，头发应该是这样。头发应该是这样子。头发应该长这样子吧？然后，
诶，是长这样子吧？有点忘记了。大家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吗？看得出来就厉害了，这样就看出来就太厉害了。等一下啊，不是不是三十块，看一下，这颜色是这个吧？哎。OK， 然后画好了，我画太快了吧，太快了吧，简单的简单的图啊，我聊天是全部都看得懂哎，真假的？我这张图会有声音哦，我这张图会有声音哎，哎呦哎呦，等一下哦，真的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画的很有神韵，你知道吗？我画的超有神韵的，哎呦，哇，我好佩服自己哦，我画的好有神韵哦。等一下，然后应该要还要再加点这个。看得出来吗？各位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有声音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观众看不看得出来、我发现我还不能画太快，我一画完的瞬间我的聊天室直接掉100个人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他跑去看，不画了不画了，然后直接直播台直接掉100个，来重画重画。不画了不画了不画了，我应该画这样子差不多啊，我觉得我画的很有神韵耶，真的观众猜出来了，还有我的观众猜出来我在画什么了。而且我画超好的啊，有没有各位？很好吧，这个有抓到那个感觉吧。好，我决定啊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哦，这边也要下、哦、OK OK， 节奏。我这次好像都蛮快的哦。等等等等，我这边再补个背景哈，反正还有时间。等一下，对吼，可以按广告好玩。嗯，你都没按哦。对，忘记了，我也没忘按广告哎。你刚刚说忘广告吗？按广啊广广广告啊广广广广广广啊广告广告广告，再画久一点，我喝太多水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人跑去上厕所，完了，我觉得他来不及了。欸、对，我觉得他会来不及，太好笑了。那这样，小光，你先不要按哦。我没有按，我没有按，我把它也拿掉。我到最后一刻再按，等一下哦。你不用按，等他自己跳好了。好。啊、我好，我不按，我不按。OK OK， 来来来，让他自己跳。完蛋了！学徒。我觉得我画的超好，有白卷了，来了来了，他交白卷了。我就知道为什么说，我就知道为什么会说你好小光，你好你好，我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会有声音了，才真的有声音。哎，他是长这个样子吗？我刚刚就有在猜喵，他说有声音是不是这个东西。这样，雪兔回来了。我知道这是傻想。你来得及吗？你来得及画吗？
应该可以的呀、啊。应该可以吧？等一下啊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忘记颜色是要什么，颜色是什么了？这样子差不多了。然后，对，他嘴巴好像，是这样子，也只能这样子了。对，又时间不够了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个敏感哦，这个敏感哦，啊，哇，这个很敏感哦，这个很敏感哦，等一下，这要怎么画？忘记了长什么样子了，我也忘了，我只记得左边的一个，右边的忘记了。我觉得这应该是雪兔出的，会出这么敏感的，应该是雪兔了。啊？啊？哦，不是吗？现在不是雪兔吗？好像是我、欸。哇，是繁星啊！哎、欸，啊啊、哦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可是这是迷因吗？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梗，可是是迷因吗？为什么觉得好像知道是什么？但是我，糟了，我不会画，我不会在短时间画它、啊。那个，这怎么画？糟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又变成洋葱了啊！洋葱了，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加那三个黑点的，又变洋葱了。啊、哦！是穿山鼠哎、欸，有穿山鼠，穿山鼠超难懂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盲虫，盲虫，好不？不行啊，好难哦！有声音啊，有声音，好敏感哦，超敏感。他们说聊天都说啊，很微，微啊微啊微爆了。我还不及画，我只能先这样画。颜色出来就知道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叫什么？泥糊怪？那个？我不应该点这三个点的。可是很可爱啊，变得好奇怪。哎、欸、啊啊！哇，好可爱、哦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可以呀、啊哦，可以，这两个都好可爱 啊, 啊！来了，洋葱。洋葱，要我一个橘色油漆桶。来不及了，变成洋葱了。洋葱系列梗图。你们这是豆花哦！我有猜到他这个，可是我在照前一个人画。我以为是右背头，右背头，对，我以为是右背头。哎，后你们这边全部都变火柴了，是怎么样？没，因为他这一题是来不及画的、啊，尿尿来不及画的、啊，来不及画。可是我有猜到是应该是这个。哇，你很猛耶，好好笑哦。教书要不要去练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玩一下秘密。那个雪兔还没玩过秘密。好，我先尿尿后，尿尿后，尿尿。好，好，去。那我们来想，秘密可以简单一点。就秘密是什么？它是你打字是全黑，就是咪咪咪咪咪，然后连画图也是全黑，所有东西都全黑哦，就表示你连打字你也看不到你自己打的是什么。对，所以也会有一堆错字，还蛮好笑的。对。嗯，我们第一题可以先，你可以开一个记事本，然后我们用复制贴上，然后后面的就直接打没关系。我们这个秘密要出简单一点的，不能出那种什么很难画的，一般会你们看不懂。因为看不懂。对，我想一下啊，我们还出什么嘞？我已经想好了。你想好了？要出什么类型的？你要出什么类型的？就秘密。所以你现在是连。就是不讲，就完全不讲，我完全觉得不行，一定懂的，真的吗？一定懂吗？秘密就随便好了，先随便好了，好、啊，先随便来一题啊，来啊，随便来一题，搞死下一个人，真的会搞死下一个人。我想一下啊 ，OK， 我想好了，想好看，我还没想到，我要想一下要出什么嘞？好了，题目我想好了，那个繁星我们要玩秘密，然后随便，随便，怎么画都可以，好，那好来啊、哦。我想好了，
我要先把它打出来吗？事件还是东西都可以，随便，好，都可以。来出小光最会合。好、哦，完蛋了！我要出什么？我要参考一下聊天室。有人洗板。好，我出这个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先。我们可以先把字先打在某个地方，想要复制好，然后再等一下再贴上。后面再随便用就好了。哈哈哈哈！我决定了，这样子。完蛋了，我还没想到我要出什么。我刚刚在看那个聊天室，有人在弄。我已经想好了。我看你们怎么画，这个超难。啊，算了，乱出好了。不用小光，来吧。好，秘密。希望我拿到什么东西会让我拿到？会，我看看啊。好了，我好了。我看，等一下看到图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我好像真的抽到那个，是不是？我好像抽到你的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哎，这要怎么画、啊？我要做油漆桶吗？我到了。这样子吗？糟糕，等一下，眼睛的颜色，哇，完蛋了！我不知道我会画到有没有画到对的地方。对，这题到底油漆桶整个毁了哎、欸，看不到哎、欸，我看不到，我就这样子吧。我好了，我直接按做了好了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太难了。啊，不管了，我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雪兔还在吗？还在，我还在画，好，还在画。我你还在画？我想说哦。这么厉害，我好了，油漆桶没到，这符整个毁了、欸，感觉可是觉得又很好笑，我已经好了，OK， 好，啊啊，OK， 这样子吧，写完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、欸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我打了，可是我那个字打不出来，我怕那个字很丑，看不出来。我已经好了。这是啊、应该是怎样？好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是这样子吧。那眼睛位直接点太准了吧？我眼睛点很准吗？是你，应该不是你画的。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我知道。等一下，这个要怎么画？我看一下啊。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这次我会画这个笑脸。哦，很好啊。嘿，好了，我要相信自己，我要相信自己，这应该有过，这应该有过。好，好。来，而且我还画什么了？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完完全全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好像哎，不对呢，它是黑的，糟糕，那我然后你就到时候又用到白色的，可是我来不及了，我来不及改了。啊！因为现在是全部黑的，我现在去动它，我也不行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超快的秘密回合。哦，这是你出的啊！很好，我看我画的。眼镜蛇在那里，眼镜蛇在那里，死呗！你以为你在玩那个 Overwatch？ 哇，眼镜蛇太歪了！好强啊！好猛啊！洋葱，小光最会的那个洋葱，眼睛歪掉。哦，你没有画到，你没有画到，还蛮像的，还蛮像的。洋葱好像蛮好画的嘛。就你的那个头发，
我知道这个。又来又来又是这一个，你的中山给画匠，这个没点好，是整个一个东西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你依旧还是画那一个德性。哦，我要看，我要看谁画。哇，哎、欸、哎，喵哈雷，喵哈雷，还学数字跳舞。有有有有有，怎么变那么可爱、啊？哇，秘密好难哦！秘密，而且它很快。秘密，我们来玩动漫、啊。我发现秘密这一块，大家都就是画技已经成为一致了。觉得我真的终于感受到你们两个神人跟我们是同一个 level。我想看，我要出二次元啊！你说秘密出二次元哦？嗯。敢不敢？我来看一下哦。敢啊，怎么不敢？敢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先请我们观众出题。秘密的，秘密的哦，来啊，秘密的哦。我看一下，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。好，我要复制这个人的。复制，复制一下，我看一下、哦。你打错名字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先看观众打什么。我要出什么？要出什么？都可以。出二次元，二次元，二次元的角色。我现在没有看到哪一个二次元是我想画的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我是想要画雪雅的那个，可是这是秘密，太麻烦了，画起来感觉会死人。这是秘密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用其中一个人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不是我画、啊，所以我可以出雪雅这个。好好好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不是我画，我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就这样了，决定了，就出雪雅那个。好，那秘密哦，我要出一个我确定大家一定会歪的东西。不是这个秘密，不管怎样都会歪啊。对啊，秘密不管怎样都会歪啊。没有，是这个很难很难。来了。哇塞，谁出的？是谁出的啦？这个要怎么画呢？这是虾米，这怎么画？完蛋了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应该要画一个。然后怎么办？法西，你，我觉得我抽到你的。然后这个要这样，现在很轻松。然后我再画下去是找麻烦呢、啊，这样子吧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我虽然我不知道我画了什么东西，反正有画了，我有画了，我画了。不画了，不画了，不画了，好麻烦。我已经画好了，我已经画好了。这个应该是，这应该是没有画出。我不知道图在哪里，啊！救命啊！我刚出手，我不知道，我直接复制观众的。我已经忘记了、欸，我真的忘记了我刚刚出什么。我也是复制观众的。欸、我刚刚出什么？你刚出了什么？忘了，我刚刚看到一个就随便复制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哇，哎、欸，这个还蛮、这个好厉害啊！这傻小次元吗、这好简单啊！对对对，这好简单啊，好厉害啊！什么东西？这谁画的啊？这太厉害了吧！我这题出了题目，真的出了简单，我的好。啊，不对，这个、是这个还是那个？我的觉得，我这题觉得出的真的很厉害，出的人厉害，画的人也厉害。我觉得我敢保证，这个应该要嘛、喵哈，要嘛是那个繁星出的，不是出啦，就是画的，也不是。哈，撒灰啊！我靠，等一下啊！是我想的那个熊吗？这样子吧，然后好了。哎、欸，他的脚身体在这里吧？啊，这边画一个，知道了。这样，好。
OK， 好了，这样很简单吧？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看看。谁知道？超难！哎、欸，你超地狱，你很地狱。学姐砍头不是？啊，我把画有差不多了。哎、哦欸，好猛哦！繁星马上看懂了。繁星，繁星看学姐砍头，竟然会知道是小圆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我只知道这个啊。你有画给小光个机会，给小圈子，给小鸡，你没有，我变成是我来打图，好厉害！我的智障，那什么东西啦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初音，好恐怖、啊！初音，我竟然被骂了！初音，初音，好恐怖哦！孙悟天，孙悟天。那不是悟饭的头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悟天、悟饭、悟空这样分得出来很难哦。为什么喵哈猜得出来那个是那个？其实我一开始 猜小帽，后来就觉得哎、欸、不对，他的发型那个尖尖那边应该是那个七龙珠那一边。可是那也不是悟空的头发。我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哦，是那个。我看大家怎么画。哇，阿黑眼啊，好可怕、啊！从你这边开始爆掉了，没看过。你那个眼睛很难画、啊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！我画另外一个熊，熊熊传难，好难哦、啊！我觉得我们还是玩回来好了。可恶的恶魔小熊，可恶，吉克熊。我们玩，我们来试看玩那个一样画葫芦，然后我们来玩有名的人吧。要来有名的人了，我们 每一季只要玩这个，我们都会有一次有名的人。一样画葫芦有名的人哦，对，有名的人，只要他很有名就可以。嗯，我来看看，我直接打 Google 有名的人会出现谁？三次元的好不好？三次元的有名的人，只要是有名的人，我决定画他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我还没想到。我看看啊，有谁可以画有名的人？现在我来看看，有名的人，我也来打有名的人，看看会查到什么？我们会查到一样的东西吗？可能会哦，因为还蛮多的、哦。哇，为什么觉得这些都很难画？想好了，因为他我们直接从二次元跳到三次元，看看啊、哦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发哎、欸，有点难发哎、欸。我看看大家出什么？哦，好，画那个好了，我画这个好了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这超简单的。OK， 我好了。好，一样画葫芦都好了吗？有名的人，这个蛮有名的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想一下他的样子啊、他超简单啊，可是要怎么画来着？这样，这样，会不会太简单啊？等等，这样会太简单啊？我感觉我画不出来。可我觉得，我觉得这边会有人不知道他是谁，糟糕。还是我画另外一个版本啊，等一下，我画成另外一个版本啊，这样子，画这个版本的，这样，这样。有点难耶，先把这个擦掉。好像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竟然吗？什么东西很像？我画的很像，真假的？我看看啊，他的先把颜色染上去吧，先把颜色染上去吧，看看啊，颜色是
Oh fuck！ 这好难哦。他虽说有名，但是没有说特殊的那种特征的。然后我的这个要看笑得不得了，我的天啊！这样。好，然后颜色要好，我也只能这样了。Oh shit！ 有这个 ，Oh shit！ 还是画成这样子好了。我决定了，还是用图的哈，这边。好，可以吧？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样看得出来的厉害了。这可以吧、欸？这可以吧？我一直拿到橡皮擦，难怪。应该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是谁吧？哎、欸，我们有说，哎、欸，糟了，我出这个行吗？我等下会被公干了。行，你们都画三次元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不是画二次元，可是就是。欸、你一定有 VTuber 了，也那就是了，不是 VTuber， 不是 VTuber， 请吃饭啊，不是 VTuber， 不过这号人物呢，他也没有露脸，所以我就照着他没有露脸的方式去出了 ，OK， 反正他不是动漫人物就对了，也不是二次元的人物，应该可以吧？还挑漏洞哎、欸。有了，这知道的人应该繁星可能繁星跟雪兔可能知道，可是如果喵哈看到这个，他会哈这是谁啊？我觉得喵哈会不知道这是谁。没啊，我们造化而已，不是吗？对，造化的话超简单，对啊，造化的话超简单啊，错了，没有，这个是啊哦，这个是一样画葫芦哈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哈，你在那我这应该听懂吗？那我这个超简单哎、欸。我是对你们差，我的观众说我的下一家会疯掉。我靠！我靠！这是等一下，这是现在在实况的人吗？等一下，嗯，行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真的抽到小光了。等一下，这该不会是……哎，我画完了，但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没事，我知道你画完了，我知道你真的抽到我了。对吧？我就说你会不知道你在画什么。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啊，这题是谁出的？我怎么会觉得很像现在正在玩《恶灵古堡》的人？好，哎，为什么？你是会是这样？好，他好像是第二次上这个，你画我猜了吗？哇，画的好可爱。就这样吧，我看看，哈哈，我就知道这个会出现。是谁？好完蛋了！我就知道这号人物会出现。啊！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OK， 我知道是谁。我觉得我画的应该 OK 吧，这样看得出来吧？哎、欸，有了 ！Oh shit， 这个，哇！完了，我已经忘记他头发长什么样子了，他刚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哇，真的有人出这个啊！哇！OK， 啊，来不及写不完，哇哇，好难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，又简化版的，索尼克。
动哎、欸。中间怎么发生什么事情、啊？番茄水饺蛋饼，直接对哦，对哦，要三次有都忘了啊，烦死哦！名人啊，名人啊，名人、啊，真的名人、啊，哇！配色正确啊，很明显，打不出来，还没打完，哦，好好笑、哦。这是阿红对吧？我是特哥啊！啊？哦哦哦，那是耳机哦。哎、为什么变成？你问你啊，你画成这样子的、欸？拿出来了！看那个东西，耳机拿出来啊！该换耳机了，思考中。好笑。这个，这有人知道吗？这个、是 dream。对 ，dream。看来我的是最简单的，有没有？我知道是谁，真的我画不出来啊，时间不够，不见了。哇塞，太强，厉害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通灵哦？我通灵啊！你通灵哦，你通灵网哦，你为什么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谁啦？我想说你太猛了，你说名人没露脸，然后又看到、哦、就小光啊，话讲太多了，然后又看到喵他画了一个好像史蒂夫的，哦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哇塞，好猛哦！他那个只是画了一个像史蒂夫，你就知道是 Dream， 太扯了吧？太猛了！我们要来挑战，我们来挑战那个三次元，然后我想想啊。这个有名的范围要在实况圈吗？三次元，这是实况圈的，你不用画，你不用画他三次元的样子，你可以画他频道的样子，或者是他那个退群啊，那就不叫三次元了，对啊，哦、那就实况组啊，我们来画实况组。可，等一下、哦，我来想一下哦，实况组吗？最近还有什么实况组可以被不是啊？我来看替我可以被我们画了。我想一下，实况组，好，我来画这个好了。谁呀、啊？我来画这个。对，我现在脑袋也没想法，我来看看我。我要打露脸两个字哎、欸。啊！我直接在开我的 YouTube 看订阅的。我来看一下，我要画谁比较好？啊？这个，我来画这个好了。很难呢、欸。我在想看，我要不要来试试看这个？这个我不知道我画不画得出来、欸，应该可以吧？没玩可以哦、喔，会撞题。好，我想好了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撞题。还好吧，应该不会撞题。我来试试看这个，虽然我觉得我可能画一半我就会想要吐了。好，来吧。好，那就大家都好喽。嗯，好了。来了，得罪人哦！真的会得罪人哦！救命啊！我还而且还不认识哦。对，不认识的，我也是画不认识的。没关系，不认识的比较好得罪。因为他们不会来看我的台。嗯，我看一下啊。可是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特征吗？我想一下。这个有特征吗？是超难的，我想想，我特征是，嘿，请说，应该可，只是猜得出来吧？确定？应该是行啦。我不知道，我画这样，还有多少人认识？我不确定。I don't know 啊，这里没有。完蛋了，这个有点。I don't motherfucking care. OK， 我直接这样就好了。哒哒哒，谢谢你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这话好像真的得罪人啊！完蛋喽！等一下，这张画的
啦，为什么还有人猜得出来我在画什么？为什么？有吗？我画得很像吗？我还没看看我聊天室哦。为什么我观众猜得出来我在画谁啊？为什么啊？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、啊？都会通灵有没有？通灵？看你们通灵王哦，我都没打字哎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样能猜出来啊？为什么啊？哎，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、啊？我画得很神奇，谁在走？谁在走啊？完了完了，这个怎么去诠释它？这样子，然后屁啦！你们这样猜出来太扯了，太难了啦！这个太难画了，这个太难画了，完蛋了！啊，出事阿贝，要出事啦，阿贝！哦，这个，这加这个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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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来看一下聊天室到底有没有冲啊！等等，我只有几个猜到了，猜得到欸，对啊，猜出来的人真的很厉害。有人怎么可以猜出来、哦？我会猜到艺人去啦。哦，我先把眼眉毛这边再做一点修饰。好，这样。哎呦！应该哎、欸，嘴巴的这些部分怎么有衣服啊？因为画没衣服，我怕会出事，所以我画有衣服的。还有他还有平常不穿衣服的部分啊，不好说，这不好说，说出来就答案就出来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对对对对，这真要深一点啊！啊，就这样，来得及吗？哎、欸，哦、oh. ，等一下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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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上一题就这么好画，这一题，这题好难啊！有人说我的下一家又围了，我也围、欸，我画的很有够精简，就是大概十秒都可以画出来。这样子吧，就这样子吧，这猜得出来的厉害了，我不知道其他人猜不猜得出来。欸、如果撞题怎么办啊？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我的应该不会跟人家撞题。我的这题超难，超难画的。我说应该没有人会作死。万一撞题就表示他的存在感很高。没关系，鸟鸟都撞了嘛。对，鸟鸟都撞了，没差。啊！完蛋，最后一秒，白痴，最后一秒，完蛋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是谁、欸。谁？这该不会是？哦、oh, ，这该不会是哦、oh, ？该不会是？这该不会是已经没有在做实况的一位？哎，你好强啊！不是啊，因为有这个动物的、有这个特征的人已经不多，根本没有吧？只有他有吧？等一下，会有这特征的人，应该也只有他吧？等一下啊、哦，完蛋了，我不记得刚刚的元素还有些什么东西。现在还有哦，现在还有观众知道这个 ，OK， 那就好。等一下啊，这怎么点掉？哦、我每次都偷瞄他的哎、欸，我死的都是我，而且我还不认识对方。这个超简单。那、啊、我们来看看。我不知道我在画谁。是有人抽到我的东西吗？哎呦，又来了，他又出现了。这个人一定不会缺席，这个人一定不会缺席。他好像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绘画里面。我的观众要开始逃离我的实况了。画完了，你又画完了。
哎哎，阿发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看得懂就好，看得懂就好。哈？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有名的人啊？啊 ？What？ 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啊？好嘞！啊，我看不懂了。好嘞！啊，好了，好来，请开始，我看看。哦哦哦，黄氏兄弟吧？黄氏兄弟吗？对，黄氏兄弟。等一下，好像，我对不起你，好像不太。哈哈哈哈哈！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架了！我想说，糟糕了，哎、欸，不会吧？真的就这样撞题了？我就说会撞啊！哎、欸，不，他是等一下，他是国栋还是痛神？痛神啊！哦、痛神啊！痛神，那没事，痛神没事，那没撞，那没撞，那没撞，嗯，撞到。等一下，难道你要是国栋？或者是咯噔，没错，或者是咯噔。哎呦，这应该大家都知道是谁吧？没有，你要看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。对啊，我说在我们现在，啊、我把话比较你太恶了。哎哎哎！这回来了，这回来了。Oh my god！ 我把我的咯噔画出来了，你画的很像呢，真的啊，我画的很像，所以喵他猜得出来我在画谁吗？我不知道，怎么变成好像有点像六探了？为什么那个像帽子啊？六探，六探，是绿的，六探，直接变六探哎，八戒，六探，哦，啊啊，我哎呦天啊，笑死了。啊，我们再玩一题，我们就今天就先玩到这吧。我看一下 ，OK， last， 我们想， oh. 我们来想一题。我们这次要画，我们要画什么嘞？你们有没有头绪？哦，嗯，有没有头绪哦？对，头皮绪吗？感谢。我想想，我们来画个，要继续动漫图吗？要继续动漫图吗？还是，好，我们继续动漫好了，我们继续动漫好了。迪士尼的东西。迪士尼啊，可以，迪士尼有什么异样化葫芦吗？我找一下，迪士尼。迪士尼只要是迪士尼的东西，迪士尼的东西很多，对啊，对，迪士尼买很多东西哦，所以他有在迪士尼旗下的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随便了啦，对的，只要迪士尼旗下的都可以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. ，那我要画这个，好，我决定我要画什么了 ，OK， 来吧，我已经决定好我要画什么了，啊，我好了，来。没你，等一下，等我还没想到，好难啊！迪士尼很多，迪士尼很多，迪士尼很多，东西很多、欸，多到一个爆炸哦！迪士尼多到一个爆炸哦！爆炸！迪士尼也有收购 Marvel 不是吗？有啊，你该不会想画 Marvel 吧？可恶！可是你一样画葫芦，你自己也要先画，不会吧？好，可以了。不会吧？不会又撞题吧？好，来，问题。好，那我就按开书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啊，头发是长这样的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对。好。我把他脸先画出来，哎，脸先画出来，好啊，
应该是这样吧。我想一下啊，这样猜得出来是谁吗？我觉得这样就可以猜出来，这样就可以猜出来是谁的话，超厉害。你们这样如果能猜出来是谁，你们就超厉害。我画了，我觉得自己都看不懂他是谁了。如果你们还猜得出来，你就超厉害了。看一下啊，好，我来画重点了。超安静，超安静，超安静，大家好认真。可以。我看看啊，画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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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很简单，简简单单。真假的？我不想为难自己，这不是出题，这是还要画给别人猜的。应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猜出来，还没是不是？还没是不是？哎呀，糟了！看看啊。有人猜出来了 ，OK。不行，我再继续看这张图，我很想哼。真的有一个音乐感哎，很好，很想哼，把它哼出来啊，哼出来我们就知道是什么。大家同行作战。哎 ，fuck， 不是这样。哒。Oh shit！ 哦啦啦！哦啦呜啦啦！叮叮咚！这表情的脸是不是要给它加一点？再更多！妈的 ！Oh shit！ 这里吧，加一个这个。黄黄的，好像在这里。我开始后悔画这个，他东西好多。我也在开始后悔画这个了。要画出简单的东西，我是那种别人说你画我猜，我会直接选百变怪的那一类型的。谁还跟你那么麻烦啊？百变怪，再更多一点的就是顽皮雷弹了。顽皮雷弹。这样子吧，好了，应该差不多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就这样了。有人在我后面的，在我刚才画的时候，有，我刚刚看好像似乎有人已经刚在早期的时候就猜出来，好厉害啊！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有了，再亮点了。现在是两个会师进入到一个 zone， 就是不行啊，我已经按的完成了，我身为一个匠人，我要好了把这个细节啊，这个简单，是啊呀，哇，好难哦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咻，哎呦，好险哦，感谢出题者，咻，哎，可是我忘记。啊，糟糕，算了，没关系，重点把它画出来，应该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Yeah, boy， 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啊！然后，哎，糟了，忘记它长怎样了。现在找得到它吗？看一下。哦，哎，对，那这样我没画错，那就是黑黑的这样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其实我没有看这一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难过。
那你的应该不会是我的，我的一定有看过。Oh shit！ 哎，它是这个颜色吗？啊，就这样吧。不对，应该是这个。就这样吧，应该可以吧。然后还有这个啊？哈？哈？这是什么？我没看过这个，我也没看过这个，糟糕了，完蛋了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为什么是红色的 ？What？ 我刚刚看了什么东西？我忘记了。我会 看完就会忘记我刚看的东西是什么。啊啊！我没办法 ，I can't， I can't， what is this？ 你我你你 ，Oh my God， what the fuck？ 哎，东东，哦，这样子吧，好，就这样吧。Shit, 我不知道，我刚看了什么。哦、oh, ，我不知道我画啥小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怎么又一个？I'm sorry。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像狗狗狗？完蛋了！我应该怀疑上一家画的东西。完了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他啊。狗狗。完蛋了！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？哇哇！太猛了吧！白金头都是在我下，我都每次接到你的。哇 ！I'm sorry。我想说，我看了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I'm sorry。I'm sorry too。哦，这个夜总会哦，对啊，这个夜总会，我刚我知道你在画什么，可是我没看，他脸突然黑掉了，我说我到底画什么，我忘记了，修女，是什么？我黑错了，我黑到反色，啊，该有的都有了吧。该有的都有了啦，卡比之心怎么变成一个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你那一张就是这样子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你们。M， 我们是钢铁人。Man， OK， nice 啊、oh, wow ！哇，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，好可爱啊！哇，好太聪明了吧！太聪明了吧！聪明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！哇、喔欸喔，我没办法，时间不够。很像啊，很像，很像。OK， 耶、yeah ，耶、yeah ，结束了， yeah、谢谢大家。我觉得今天迷音还蛮好笑的。对，今天迷音真的蛮好笑的。没办法，我画太烂了。没有，你很棒，还蛮好玩的。好玩就好。对对对，我们下次再来找大家一起。对，人多一点会更好笑。就是人多一点的话，就会比较智障一点，但后面就已经歪到看不出来了。真的，下次再找其他人一起来玩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，谢谢各位。去吃饭啦！感谢各位，还没吃哦。谢谢繁星，谢谢雪兔，谢谢喵发。为什么我是顿点了一下？因为你是喵发。喵哈。我在想要叫喵哈还是叫喵发，我决定叫喵发。哦，好。谢谢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啦。啊啊啊！让你关不了，还是你是想要看完《恶灵古堡》是不是？啊、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很想看。好，那好，那各位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好啦，那今晚就到这边啦，感谢。反正会更多人啦，就只是反正昨天会玩，因为就是一直。有人要忙，然后今天又是有人要忙睡过头，对啊，没办法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明天轻松高效见啦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拜拜。要收这个尾吗？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样子，好啦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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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